甘露必多，上下贯欲不制服火发烧，自然无病。许多做出病来的，一由于着力助火，二由于心不圆通，居逼太甚，三由于机会助成，上有走漏，四由于污浊混杂，勉强身体，五由于睡魔昏沉，阴气阻滞，六由于念头散乱，心源不清，身出幻境，误时未真，七由于业未消清，魔来扰害，八由于窍未睁开，杂口鼻之呼吸，用意升降，九由于肝部不真，举咽经反伤内脾，十由于起居不调，毛窍受风，寒热逼人，更有老病未除，闷头急行，心火上炎，而病转重，十有不依法则，自作聪明，以假笑便当好功夫，弄成不治之病，更有烧之笑便因好动无力，火烧肝本，得病难越者，定有色根未断，静坐时忽动欲火甚妄动，精已欲流，忍而成病，或邪毒服内，发胃恶疮者，肿肿毛病，说之不尽，非是功夫能成病，乃不会做功夫，自然出病耳。这些口诀不可不知，但亦不可动存着想，还乃是脱胎神话。你胃无胃是没有口诀的，到那时也要浅显指点。现在男女大半用的周天之法，个人自己做到什么样子，不知足真是假，有疑惑之处，定要请问，不可含糊。无论有效无效，朋友前进，每日静心，习以为常，不可今日推明日，明日等后日，等到阎王送信，百病临身，依然动一般病苦，只算得一个空闻道窍之人，此时有果无果，在人自修，谁来管着你？后来灾难到了，山妖水怪出来害人，且而遍地刀兵，五魔作道，有果者玄关一手，放出威光，可以降服的。他无果者心惊胆战，魂飞魄散，还与俗人一样遭劫，看你埋怨那个，你我修道乃是躲生生死死，千万轮回之劫，不是躲一时刀兵之劫，但时至三灾八难都是有的。劫狱者，收恶人归地狱，送善人上天堂，正是催赶猿人早回西方，下等人功果并进，中下人急不能办功，全要诵经打坐，有功之人先功后果，修果容易，无功之人多招魔障，修果难些，所以要补修，要速速修，修果又有大成小成之分，大成者结丹出神，温养脱窍，小成者一窍通，三关开，真阳上升，法门常转。
大乘并享我总年的轮回之路。当此一度，给六万余年渊源大丈，原有生死，各有来因，不得一样的根基。身缘分大者，空果一半，归空之时，丹书下照，明白自然，根浅。缘小者，空果难办，临危时，也不免于魔病，不病不魔，冤业未消。但要元神做主，心不昏迷耳。此人死后加生，还后诸佛提拔。有一本人，浅劫孽重，魔考难消，临大劫舍身拼命，这样虽未见修功果，亦在月生之意。盖上天所重者忠孝之心，所喜者劫烈之气，定要格外施恩。至于无重考者，又不可说，一死了事。有功的可以死后加功，无功果的自悟前程。然而生死二字，不由自己做主，必须诚心诚意改革神明，暗中可以天福天寿。既然修行，总要成功。道暗，切莫想修来生。这个至尊至贵之道，岂是你修来生的？切莫说说修不到，尽心竭力，至此方修，大小总有成就。上天依作功力夺，亦因正果而起，知不失一时。